公演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为第一次站在台上为大家演唱一首英文的情歌。歌单，我的歌单，我的歌单 ，SNG， 金明月 ，SNG， 如梦令 ，SNG， 各种各样的歌。可能是因为中气比较足。那辆电动车现在已经被公司供奉起来，然后就是希望以后参加类似的节目可以赢更多的奖品。没有，可能是因为腿长不够吧。不是这个虽然就是其实食堂伙食也就是普通的那种，但是那个我们食堂的西点师傅非常的就是上心，每天都是花式的那个蛋挞起饼干，然后还有蛋糕，还有那种杯子蛋糕，还有布丁。对 ，Hello， 我是小希腊美。